在汽车业大力发展下，也推动了跟汽车有关行业的发展。就如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喜欢在车上贴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正所谓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在车后尾挂咸鱼了，很多的车主都在车尾放咸鱼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见过贴壁虎、挂蜘蛛侠的等等，可从未听说过挂咸鱼的。就拿壁虎来说，壁虎的读音谐音壁祸的意思，对于挂蜘蛛侠的可能是对其的喜爱。难道是那些挂咸鱼的也是喜欢吗？最近有网友表示，咸鱼的鱼跟鱼谐音，在古代骑马想要马慢下来就喊鱼，在这个寓意应该是让后方车辆减速慢行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咸鱼翻身，意思是一个处于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一下子出现了转机，可能表明车主正在寻求翻身的希望。虽然这些挂件很有意思，这对于车屁股上挂玩偶是不允许的，从安全的角度来看，很有可能在行驶的过程中脱落，或者是影响其他的驾驶员的注意力，从而引发交通事故。对此，很多地区交警表示，对此行为一律以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给予处罚，罚款200，并扣2分。所以大家在玩个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后果啊。